看呐、啊，那个万恶的女巫还在那边。这颗应该可以来个苹果了吧？我也不敢太进去砍树，我怕树要掉下来。苹果，苹果，苹果，有苹果了！回血，可以回血了，应该可以了吧？耶、yes！好，等回血。哇、哦！终于不是一滴血了。不要乱动好了，站着，站着。保持度扣太快了吧？为什么？难道血不够，保持度就会扣很快吗？讨厌。好了，那现在就是，好吧，把兔子给宰了，应该也不错吧。兔子跑好快，去拿僵尸肉。嗯，这里刚刚明明就有燃烧的僵尸，却什么也没掉哦。蜘蛛呢？诶，我记得，应该有蜘蛛哦。跑好快哦，根本抓不到。蜘蛛，蜘蛛，再一只蜘蛛，我就可以钓鱼了。可是没有。这么荒凉的吗？话说我看到我的船了，可是这边有够荒凉哎，竟然蜘蛛都不见。难道是天气太热，蜘蛛都躲起来了吗？没有这种道理吧？这是沙漠蜘蛛吗？哇哦，连续长大哎，超棒的！好，现在我不用担心了。哦，看到有，看到有在烧蜘蛛，我看到蜘蛛了，太棒了，好开心！看到蜘蛛好开心。这水面没有怪物吧？诶，那个甘蔗长得好高哦！甘蔗不是只能长到三格高吗？这个怎么长到一二三四格高了？僵尸，蜘蛛，嘿嘿，蜘蛛。这样我可以做钓竿的，食物的问题应该可以解决。又有蜘蛛，再做几根钓竿也不错。这样，哎。骨头，不知道谁的骨头掉了，得泡个水。其实这边比较好诶，这边有个井，对，有个井好棒哦，想搬来这边住。可是那边我已经种成那样子了，呵呵，搬过来吧。苗子，才看热门焦点，哈哈，我超多的，超多的原木，烧吧，OK，然后这边，这边。是饮水灌溉，只有三个种子。果骨粉，留着吧。接着就是
然后种树。如果我去钓鱼，它应该不会来咬我吧？还是我干脆就在这个井，干脆就在这个井钓鱼就好了。虽然这样感觉超可笑的。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？哦，对，斧头已经坏掉了。常用的话就做多一点吧，然后这个呢？有时候应该做的弓比较好，管他的，搞不好钓鱼就钓到弓了。嘿，那边树长得超高，有没有看到？绿化的相当成功。在下雨、啊，九河上面在下雨。哇，这什么鬼？水中呼吸，效率四，风力三，这根本就搭不起来啊！水中呼吸应该是头盔，效率是工具，风力是剑啊！这本书是有什么问题？耶，有鱼了！果然来了，你还是来啦！啥都没有，我还是稍微盖个鱼。OK， 做好了一个小平台，这样旁边就不会有怪物突然对我放冷箭之类的，应该不太容易射中我吧？那就可以在这里安心的钓鱼了。匿名牌。为什么？好，鱼。第二条鱼。更多鱼。Enderman， 拿着沙子，我看你，嘿嘿。好可爱。我应该被摸两三下就挂了吧，不过现在这个水准。皮革吗？是不是应该先把它解决掉比较好？趁他下不来，他不气了。气的也好，
这还真的有点恐怖哎、欸，嘿嘿，好吧。他居然完全不生气耶。烤鱼，鱿鱼吃了，当然还有更多的烤鱼，现在要先来看能不能钓到好的道具，嘿嘿。不过真的，那个模组的怪物都没有生成耶，明明之前玩的时候到处都是，有够夸张的那种。为什么变得这么和平呢？好了，钓了一堆鱼，我不知道还要钓什么了。如果是之前的话，这个模组应该会生出一堆怪物、哦。这个模组应该会到处都生怪物，结果让你那个不愁吃穿那种，因为怪太多了，所以会有一堆战利品在身上，不愁吃穿。但是呢？不知道为什么长不出什么怪物，有够和平的。难道是因为我调简单吗？我调了简单模式吗？普通啊，我调普通哎、欸，困难好了。基本上超和平，已经变成悠哉悠哉的农村生活了。我明明是来体验刺激的模组生存的，怎么变成这副德行？这悠哉过头了吧，悠哉过头的啦。奇怪，这模组之前明明就是很暴力的啊，明明就是到处都生满了怪物，怎么会变得如此悠哉？呵呵呵，我现在有超多的木头，比在师傅还夸张。看真的是，是不是应该给师傅换个砍树插件比较好？效率多好啊，一下子就把鱼吃完了，这么快就稳定下来，感觉还是蛮奇怪的。总之目前是超稳定的，这个世界没什么怪物。喂，才刚说完就去出现奇怪的东西，嘿，没什么，就这样子而已，没什么，弱爆了。好吧，
那今天就先这样子，看看等一下会不会额外录些什么再说吧。非常和平的模组生存，我们下次见。